你哋唔好讲嘢。而且老师的性格又超好呢。是是，我又好靠老师的温，老师都问你讲乜嘢事呢？我屌你！我得翻温正，我冇计。好恶心啊！啊，好想啊！好在我不见了。然后啦，系咪揾秋叶老师啊？杀啦！我哋冲哦！冲啊！我哋 J， what the？ 喺度打条，喺度打自己啊！好唔？哪个都是是面面面愚蠢的女人，我块面才是最靓的嘛。这面脸，这是我不想要我的脸，我不要脸啊！对。乜嘢？我走佬吓，我嚟揾你，你先走佬吓，咁冇品。嚟啊！你哋。喂，出现啦！吓？嗰度有啲咩啊？照片。春田。A B C 接引窗帖。哈哈哈！哪里啊？那这个是窗帖先生。窗帖，你朋友练会了学校？点？窗帖先生，只要你在教室里，连空气都会变恶心起来的。臭虫，赶快滚回家！做咩喺度讲紧自己？嘟嘟嘟嘟嘟！喺度嚟扮嗰啲同学，跟住你又扮秋叶老师。嚟啦 ，A B C， 你读啦。A B C 读。手绢屌你，还是湿起来，还是比较。你在说什么？然之后啲人会以为佢 J 条手巾啦、啊。假日有人什么事？有人什么事？你的手绢屌了！骗人不要！居然俾春田摸过了，真恶心！仲俾我 J 过啊！啊！把你手的按只，一只，把你的手从我的手绢拿开。J 完先俾翻你啦！你摸过啲咩？俾你摸过，仲可以点啊？真系好恶心核突啊！苍田女仔课竟然把女孩子弄哭了！你真是差劲，像你仔都有还是别来学校了？集体轻离，自轻龙，冇一个人肯接受。等我哋整容先。美元发财，冇得弹。得得得得得得得。笑到我卡啦！这里是老师的挂海。开门波。系你下次背嘅时候背埋个名之后先读佢。安全，冲啊！几只只猫嘅？喂，你下次读完啦，啲J完个名之后，你先好读佢段嘢啊！谁都不肯接受啊！已经走唔甩啦。做咩啊？春田老师，走出嚟一定要走啊！我哋匿埋先啦，要。即系佢一走，佢一讲嘢之后，即刻冲过去呢间房啊！即系见到佢之后，走！我 feel 到会濑嘢。加一。唔知噶，睇下先。怎么办？读埋佢个名啊嘛。A B C。打一回。唔系会死噶。肯定啊。诶，唔系喎，好似出去喎。红青鬼有冇红嘅？知我唔记得咗。好啊，俾你 fix 晒。加一。应该系打阵先出，走。咪踩啦！踩！整咩啫？冇得踩我先得，阿根特今日咪炒车啊！都你啊，真我啊！阿姐啊！喵喵！
ABC 家中意买只猫。So sad。点解大家都拒绝啊？唔得啦，我唔要咁啊！呢个大雄嘅场景。大雄。你叫伯父唱歌。喵。猫。伯父出嚟啦。点解都怪？喵。睇嚟都已经一息嘅话，就送啲软菜。然之后间就食。又食咗只猫啦。加油啊！我绝对会支持你。冲啊！神速猫。与猫结伴。好遗憾，但我哋已经尽力了。点会？点点点点点点点。冲啊！哇哇哇！好劲哦！做乜 X 嘢啊？当心啊！对唔住，而家开咗啲发现咁，应该能就你，就能就你，应该就能就你，就能就你。咩事？A B C J 元老师，点点点，唔好走啊！快下乜乜朵花啊？乜朵花啊？好啊！乜棵树算啦，不如？咦，唔系喎，有嘢喎，小猫的坟墓冇啦。我睇下个洞度有咩，冇嘢嘅。你真系个暴恐吓出嚟。喂，有飞机啊，打佢喂！打。翻去改造只猫。翻去老师嗰度。消失咗。なんだよ。セーフしな。好啦。超人老师唔系要杀佢咩 ？I don't know。你就这样潮湿的饭，你就这样潮湿的食饭食饭，真系抵死啊！哈哈，真系抵死啊！哈哈，就是这样，呵呵，你不会说话喔，无聊的笨蛋，我咪走。阿哥唔系女人嚟嘅咩？我咁 enter Michael 噶嘛？咦？哇！哦、明显就系、是。你哋扮啦。不要紧喎，啊唔系你扮啦，女仔声喎 ，A B C。啊，我扮。唔系啊 ，A B C 啊。哦 ，A B C 扮好嘢。知咁啦。高嘢。乜嘢 ？A B C 遮完这个人 ，A B C 遮完这个人 ，A B C 遮完嗰个人 ，A B C 遮完嗰个人，可以可以坐喺旁边吗？难得哟！如果不行，那就算你又买不起。嗱，嗰人叫高爷。怎么会呢？我不会不让你坐在这的。咁佢直接话可以咪得啦？点会讲不会不？加油！可以吗？ABC 扮女仔，得啩我谂，行开咯，屌屌屌，这个如何好呢？我喺度旁观啊。高野廿一句说话有乜好？高野为什么会和我打招呼？啊，高野的手真漂亮啊！哇，咸湿佬嚟呢个简直系，暖手控啊！你总是一个人做这吃饭吗？暖手控，苍田先生。是的，哎，难的哟，嗯，是的，是咩？是吗？其实真系好乜彩，好靓仔，让人好开心。啊，是啊。嗯，得，睇唔出。得，怎么突然？乜料啊你？苍田君，你被人奸的时候，我乜都冇做。被人奸的时候，哇，好正、啊。喂，没那回事，只是我话你啫。咁我听日又开嚟。嗯，叫边个都得嚟噶啦，姐姐。我哋继续啦。A B C。A B C 姐姐们快啲啦！算啦，叫乐乐配算啦。哪里？
我啊。就 A B C 死咗啊。A B C D E。全大个人识识。A B C， 你打啲咩？继续啦，我哋好。啊，佢唔认人，咁我哋陪住先。好啦，你继续嚟啦。以后真系吃午饭就冇人。你想点咪点咯，祝你。我系 A B C 走埋。唔系，我都冇走先啊，小兰啫嘛。我吓醒我。What's up？Goodbye！ 下翻嚟咯。咁啦。爸爸，我再一起都会被欺负的。我要乖的，我已经决定不再逃避了。本来是一个好美好的爱情故事，结果搞到咁奇怪，竟然啲人死晒。以前一直因为自己害怕，所以我就冇看见。一直都是在逃避，但是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。根本就是男仔嚟噶呢个，好你继续。从今以后我要保护小年羹。诶，哪里？这是个尿不湿。A B C 就。他哋添麻烦了。那个不是麻烦的问题来。但是走咗啦 ，A B C。而且被女生说什么的，反而多了一个人被欺负的理由。佢又哭啊！你会？我拉翻佢先，然后就 ，Hi bitch。Hi A B C， 你拎咗机，我知道。Hi。嚟啦，快啲。好快啊！我但是你有这样的心，我就好都感动了，都你。后面咧，写咗些甜蜜的话。So sad， 没有写是因为我想都你。可是我想保护出甜蜜的心情，是不会变。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就写到我愿望上啦。包括怎么样，我都会支持我的观点。读啦，谢谢你，高爷。还有，我想知道一些苍田官的事。第一次有人接人纳我了，我真的感觉好开心啊，屌你！会下普通话的，扑街！我咩啫？诶，切刀！哦，鸡鸡！哈哈哈哈哈！姐姐，你怎么取消过的我手瓜？求其啦，唔好理佢啦。讲啦 ，A B C 佢。自从之后，我每天都在仙缘。就是从那之后，我们天天就这样这样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等待着时间的流逝。不需要语言，只要在一起，心就静下来。佢听边方言全卡晒。你点知听系落雨噶？我睇天气报告噶嘛，屌你！真是幸福的时光，继续。是啊，我识。卡咩？唔系 ，call 咩？那谁 ？call 咩？ call 咩？什么？我叻机而家。那边的人好像人的样子。
真的。